Em tên là Huỳnh Đức Huy, nickname em chơi tên là Legend. Em năm nay 22 tuổi, em đến từ Việt Nam.其实猎人这张牌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但而且他不是纯吃法术的，只要他不受伤害，那他的那个输出非常高。而且，这个直接 Sirius 他没有带毒药哦，对他就是一个靠三枪去打的。对，这样的话，这个猎人走的有点靠前，其实是他的有点亏的。是的，他的防守牌先下出来了。哎，这滚木滚一下，能打出来。矿工来了，矿工跟的很漂亮。小蝙蝠知道对方是滚木，直接矿工抢伤害。是的，哇，这个手速好快啊！对，直接先防一下，然后再是掉的血还是掉的有点多，选择滚木过牌。哇，你没看到吗？防来防去好像也不亏。对，因为本来那波王子其实解的不是很好，因为猎人死了嘛。对的，这样的话被投两下。选择用蝙蝠不卖血，矿工挖，他搬了渲染风的话，矿工是可以随意挖的。又蹭到了这小蝙蝠，对，然后可以拿冰人溜一下，选择猎人加小猎人加小骷髅。这个猎人加小骷髅，他的小闪没必要交了呀，对，很亏。这样的话蝙蝠不好解了，是的，啊，过蝙蝠接矿工吗？直接蝙蝠矿工，这个蝙蝠不好解啊！他这个哦，他先不下。哇，这个不能贴脸的，这个猎人贴脸，对的，很高，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了。矿工解不了啊，他手上只有一张白王，头猫手拿头猫手，那他矿工就解不了，就挖满伤害了。对，啊，小骷髅再防一下，不卖血。哇，这个很伤呀！是，矿工已经基本上再挖两下就斩杀了。对，就纯矿工已经把你挖到900血了。对的。我觉得 Neverlight 是在等这个对方交毒药的。是啊，直接出三枪，三枪交毒，他不会是他会交毒，因为他这个过牌很快，你哪怕是堆很多兵在单枪这路，我还可以过出毒药。其实我觉得这个三枪的话，可以等他走到桥头，但他满费了嘛，这个王子裸冲就有点亏。对，但是这个火枪锁到了，哎，没拉过来，但是有小骷髅，这没关系。这个小闪还可以，女枪等于我卖一个矿工的血量。对的，能不能抓到矿工？抓不到呀，抓了呀。但这哦，打矿工打了满伤害。对，小莲垫一下吧。这团火不能直接下呀，对，这团火直接下都是送。而且猎人的位置很好。对的，这个猎人就是又能打你矿工，又能扛伤害，漂亮。滚木预判，滚木预判一下，已经把牌都记住了。对。他的节奏打得很好，这个而且就是不交毒药，对，而且这个滚木毒药的话，啊，矿工是的，抓到了，滚木不够，滚木不够，但是还是要下，现在再毒一下，再拿冰人挡一下，不挡吗？不挡吗？哦，还血量比较多，是的，前期抢节奏抢了太多血量了，哇，你没看到前期那波对面进攻他的时候，他选择先穿一个矿工，对他选择。他不是先穿一个矿工啊，他是先下一个骷髅的吗？冰人，然后再穿矿工，然后再下小骷髅。我记得是先出的矿工，后下的冰人。那就先下了小骷髅，先下小骷髅，再穿矿工，矿工再下冰人，就手速很快。对，而且 Legend 呢，他的五指指甲留的非常长，大概有正常的人的指甲的四五。他是可以直接就是用指甲来操作这个卡牌吗？他就是留了一个指甲。留得很长，可能是想啊，有时候摸一摸之类的吧，玩一玩。而且 Legend 他是一名单手选手哈，所以手速做得很快的话是减掉了好吧？没有吧？是的，减掉了。来看一下他们的第二场比赛，我觉得 Legend 有可能不换卡。他这套卡组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天敌，我觉得打石头人难打。他猎人不好解石头，胖子毒药其实也不太好打。猎人打胖子应该还带个大闪吧？带大闪那肯定不好打。但是现在谁会带大闪？而且我如果要打猎人就带大闪呀、啊，对，带个矿工大闪，矿工大闪就无脑消耗你。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劣势，讲真。就是打石头人比较难吧？对，打天狗的话也还好，天狗很好打的，石头人不好打。
因为他只依赖很依赖这个猎人的结场。没有飓风的话，天狗球说不定还有机会。因为这个没有飓风嘛。对，气球其实很怕飓风，是的，还怕冰法。对，看一下两边会不会换卡组。好，这一边是猎人球，哇哇，这边想抓三枪内战，太明显了，对吧？这三枪太针对了呀。但是这样针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因为你如果是打单网，对吧？我可以放你用三枪，不是，如果是单手哈，就是打那种知道对方是一定会上三枪，只有那几套卡子打到最后没办法会带的，这样搏一搏还是可以。对对对，但这样的话其实是卡手，对，而且是落后了一局哦。我觉得带更全面的卡组会好一点，这个卡组很卡手的。但是这时候采集器对方只能用火球砸，但其实这套枪节奏不好的话很难解球。对，因为你苍蝇一旦被吃了，你三枪是不够费的，而且用三枪吃的话，那个火球直接秒杀，火球小电。对，这个就看采集器的节奏了，看看有 Legend 有没有那种冰淇淋秒三枪的这个骚操作，桥头冰淇淋。哇，我上次就遇到了，准备三枪直接桥头吃野猪，然后被冻住了，然后被冰淇淋冻住了，然后一个火球，就很漂亮，就很开心。嗯，欢声笑语中打出了几击啊！我发现 Legend 的这个选手特别喜欢用猎人这张卡。Legend 的话，他玩三枪应该不会用猎人，说明他这个卡的话理解还是比较多。其实三枪也带猎人也不是不行，有点弱吧？片片毒药啊，片片毒药。对，然后再出三枪，看一下。CYZ 这边没有摸到采集器，还摸到了他也不敢下呀。你现在采集器真不敢下。对，但是这样的话是没有摸的哈。是的，沉底冰人。其实这个团伙的话，我觉得直接下左路会好一点。这样的话，对交牌是的，这个哎直接分枪，这么猛的吗？这么猛，因为他能赚你五费啊。可以，这一波还可以哦。没有小剑啊，过出来了。啊，苍蝇海防，那是的，那不赚。其实刚才那个团伙如果直接交的话，对方说不定交个小闪，这个三枪分出来就不会被吃掉了。看一下，直接跟气球打得很凶，记住你的牌了，你苍蝇海没有，三枪都没了。是的，只有黑棋，团伙也没了。对，这就团伙下出来防不住。一费的拉扯吗？拉扯拉不住啊，还可以卖一点嘛，这肯定要卖了。哎，这小闪没有电到头毛手，这个不应该。这个我就直接头毛手就可以了。对的，他想贪，但赚还是赚的，赚是赚的，但是这边还是有机会吧。对，奈不奈的这边选择摇了摇头，因为他也不知道对面是个气球呀、啊。我正常这么出也没什么问题，好像采集器会下吗？下国王塔右边吧，下这边。那这边，那你这三枪只能下在国王塔。哦，把火球交了。因为他没有牌交了，他这个牌，我觉得确实没牌交。Legend 可以不交火球啊，我下铁仓骗你出枪，是啊，也是个思路，反正就打不进去嘛。嗯，他但是他过牌很快，他逼你三双枪这边出东西，然后再砸。对，这边出还是不出呢？哎，不出，很聪明，还是出了一点。冰淇淋挡一下，哇，这个猎人他真的保得很好哦。对，猎人只要不，哎死了。哇，枪一下还是有点痛哈。那其实不太致命，因为已经到双倍了，而且人沉底。Sirius 这边是没有采集器，根本哎怎么还做采集器啊？这个、根本就不能做。对的，因为采集器的分是两分多钟嘛，对，两分十秒，你这个采集器做了就稳亏，不管了，直接不管了，稳亏一半。对的，那火球就砸你，火球砸左路，小闪，小闪没必要交、啊，因为他有苍蝇海的，苍蝇海来了，苍蝇海不好解，而且冰人哇没拉到。冰激凌，哇，这冰激凌加冰激凌确实厉害哈，而且这小骷髅还没被打掉，那这猎人右边还打出伤害了，他有这个信心能防苍蝇海，所以他小闪就交了。是的，但正常的话确实不该交哈。哎，这一波的话，哎，这个很飘。Sirius 最后还是没有出火球，他如果其实有个矿工的话，结果。都可能有点不一样。矿工挖猎人，猎人一旦锁，比如说锁冰人这种。Little bit.
进攻了，因为只能坐在豌豆坐。超级一坐下来还是蛮赚的。你对你一旦就费用交在我超级能解的范围之内，对，就非常亏了。好，起手一就是勒令团伙，因为两边都交出来。说发把 gas 吧 ，gas 吧，把 gas。然后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把你做了，好，先用IC 给我两枚枪，把你来做。说叫他们龙屋呢？是，我觉得他这个玉龙应该算是。光某天都把你搞，拉不好点。对。就那也不，就按个欧亮，把欧亮 IC。好，好，那那你，một hit của họ không？ Chỉ có một, mày có một hit rồi, mày quá。Rồi rất nhanh khi mà chặn con Rolex IC cho đánh ra cứng con rồng. Công như nào? Gat chặn rất nhanh. Lao vào đi các em. Lao vào đi các em. Ăn hay quá, hay quá. Tali chưa đánh. Phải rồi, sao team. Hay quá. Phải nói là cái pha mà chặn con Rolex IC cực nhanh, thao tác cực nhanh đến từ Legend. Bây giờ Mega Knight họ nó yếu mà, Mega Knight yếu lại là con deck của nó lại khi mà nó bẫy thì nó xoay rất chậm. Còn nếu mà đánh facing như này chắc chắn là Legend ăn thôi. Win rồi thì chúng ta vẫn còn cái tỷ đánh 2v2 nữa cơ mà, còn đánh 1v1 nữa cơ mà, mà đánh 1v1 tiếp nữa mà. Rồi, còn ngựa bên kia Goblin Tower mà chém. Đúng là một điều như vậy, đó là khi mà Legend phát hiện ra là họ sẽ họ bắt bài được cái bài ba mất, vì vậy là chơi ngay Mega Knight với lại Gas này. Và khi mà Legend đổi deck thế này chắc chắn là đối phương là quá bất ngờ khi mà biết là Legend chơi cái deck này. Tiếp tục là quăng barrel vì là bên kia có một cái giáp, không việc gì là phải lừa làm gì. Gì là lừa thì cho mệt. Thế cuối cùng là một cái poison. Một mình con hót này không làm nên nhiều thứ. Hầu như không mất máu. Stream được khoảng 1 tiếng thôi mà. Bây giờ khoảng đến bây giờ 5:54 rồi, chúng ta sẽ có đến khoảng 6:00 là xong. 6:30 là xong cái cặp này. Cặp tiếp theo thì mình sẽ không lấy rồi. Chỉ có Talia và Legend. Đây là cái giải nội bộ của Trung Quốc và họ đánh theo team. Giống kiểu là LOL ấy. Chúng ta sẽ có đội team của gì đấy, Gam với lại gì đấy. Thì với cái format của cái